欢迎嚟到呢个老领 3D 嘅 special 啊！人性黑暗大拆解，如何解决电车难题 ？Grandon， 点啊 ？Maxwell 新系嘛？你系我对面 Maxwell 献咁黑暗系咪 DC 出噶？唔系 ，DC 捻做到，哎冇 DC 个副歌玩嘅先。但我熄咗啲灯先，我哋下次开 DC 个副，DC 个副蓝哥屈鸠晒我嘅机啦。咁咧，其实今集嘅老领 Free Special 咧，听个名咧就好似好严肃，系咪以为大家听众咧会港台节目咁啊嘛？系啊，之后计倾嗰种咁样去处理咪系啦。咁啊，其实咧，我哋今次想试一试啲新嘢，试下玩 game show 啊，试下玩。board game 啦，即系讲 game show 咁做啦，咁就系咁啊，喺介绍所有嘢之前咧，就讲翻我哋有啲咩人喺度啦。系大王啊，系我系睇住大王 board 嘢嘅新年。南宽，倪轩，文总，大家等先啊，牛鸠你先，直接攻击玩家啦。咁啊，今日要玩嘅 game 咧，就而家台面度依两副啦，就系、是、其实就系 Silent Night and Happiness。出嘅呢個 Trade by Trolley 啊，咁啊，其實 Silent Night and Happiness 咧，如果大家係認識呢種嘅畫風嘅話咧，就係、是、網路一個漫畫連載嘅平台嚟嘅。咁啊，佢哋好好有特色嘅一個畫風啦。同時咧，佢嘅內容咧係非常之成人啦，同埋係血腥嘅，或者咁講，非常之撲街。係啊，真係好撲街，真係撲街，好撲街呢副牌嘅嘢啦。咁啊，依一副咧系佢2019年嗰阵喺 Kickstarter 去 Kickstart 嘅一只卡牌 game 嚟嘅。咁啊，正如我哋题目所讲，就系、是、一个电车难题啊。喺哲学上边咧，曾经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当你面对有两条路轨，你要决定边一条路轨车死咩人嗰时候，你会作出啲咩选择咧？两害取其轻啊！系啦，一个咧就系一只 game 嘅主要内容啦，就系、是、分为两 team。就去解決呢個火車難題啦。咁我哋先介紹一下，因為咧我哋台面上有兩副啦，咁其實係兩個唔同嘅 version 嘅。咁呢一副咧就係、是、我自己喺 Kickstarter 嗰時 Kickstart 完之後嘅 version 嚟嘅。咁你可以睇到佢有特別嘅嘢啦，亦都上面咧同埋呢個普通版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其實打開嚟咧最特別嘅咧。就是佢會附送一啲佢嗰時 Kickstarter 有講過嘅一啲模型啦，因為依兩隻咧其實就係佢嗰時 Kickstarter 上面嗰個車長嘅設計嚟嘅，咁咧佢就會送咗一個模型俾你啦，係啦，你玩嗰陣咧就可以角色扮演，即係車長個扮演車長嘅時候啦。咁啊，當然佢樣咁撚似 Pingo 薯片上邊嗱，你睇到佢原本嗰個樣咧就係咁樣嘅，係啦。是真的有啲似嘅，咁我喺 Kickstarter 嗰时亦都做咗一连串嘅动画咧，嚟讲述佢嘅故事嘅。咁咧依个咧亦都系送嘅一个列车啦，就可以俾你玩嗰阵咧，就可以真系去车死人嘅。波波波波，真系即架车。系啊，咁咧，所以其实依个 Kickstarter 版咧都几好嘅。咁当然啦。因為 Kickstarter 版咧，佢會有佢自己獨立嘅一啲附送嘅卡啦，同埋咧佢之前咧其實係有另一隻 game 呢個 Joking Hazard 嘅，咁佢亦都會咧有佢特別版嘅卡嘅，咁你睇下下邊啲人車得幾開心咧咁樣，係啦，依副牌就咁撲街啊！依副冇錯啦，咁我嗰時 Kickstarter 咗翻嚟咧玩落都幾好玩，因為一隻几简单易明嘅 game 啦，亦都好适合一大班人去玩嘅。之前咧，我哋自己其实试玩过一次嘅，但系嗰次就唔够人啦，因为最好系五个人噶嘛，一个做车咗就另外有两 team 人啦嘛。咁啊，但系我哋喺唔够人嘅情况下咧，都玩得好开心嘅。冇错啦。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咧，佢依只 game 嘅即系嗰啲建议人数啊，系啦，建议人数咧，佢都有讲系大概系建议人数呢是啦，不好意思啊，首次大概是3-13个人都得嘅，系啦，当然要呢个十四，佢话十四岁以上啦，四都唔得啊，同埋一局其实唔会玩好耐嘅，咁 PG 都十三啫，哦，系啦，咁我觉得最精警咧就系依句嘅 ，A party game of moral dilemma and trolley murder。好啦，面对好多人性嘅考验啊！今日我哋呢集节目系好黑暗噶，知唔知啊？各位，人性黑暗啊，真系。咁啊，但系咧，因为其实之后咧，
喺會出咗依一個中文版，咁啊譯咗咧就叫做依個終極審判電車難題啊。係，可能高咗少少俾佢。係啦，啊大概咁啦，唔好意思啊，即係初啲 cam 我哋就話今日啲 setting 計住啲先啊，我哋會下次改善下噶啦，係。一个关于道德难题和电车大屠杀的派对游戏啊，咁由呢个台湾译嘅，所以我哋今日方便大家啦，咁就用呢个中文版去玩会比较顺畅啲啊。我以为方便大家，我哋今日讲台语啦，系啦，即系唔使再有嗰个翻译嘅程序喺度啦，我哋可以系啦。咁啊，其实入边咧嘅内容物咧就有一个说明书啦。亦都有佢路軌喺度嘅，咁啊，但系咧我就用 Kickstarter 版啦，因為 Kickstarter 版咧就係一個硬卡紙嚟嘅，咁啊，而佢普通版就係一張紙咁樣啦，所以我覺得有 feel 啲咧，就用翻佢硬卡紙嗰、那個setting 會比較好嘅。咁啊，同大家講述一下啦，因為你見到咧，其實就係分開兩條路軌嘅，咁啊，用單數嘅人數嚟玩咧係最好，因為可以每team 咧有相同嘅人，而同时一个车长咧去决定究竟系碌向边条路轨嘅。系咁啊，可以试下摆啲牌同大家讲解点玩啦。系啊，咁啊，其实我唔知道大家听众咧有冇睇过《Sign Happiness》嗰啲动画同埋嗰啲漫画。除咗大王讲嗰只扑街之外咧，佢系好多好发人心醒、人性黑暗嘅漫画同动画。一阵间大家就会明噶啦。玩到落去你就明呢副牌有几扑街。系啦，咁啊，其实咧主要嘅牌库系有三类牌嘅，呢个系呢个描述牌啦，好人牌啦，大家成日收嗰啲好人卡系嘛，坏人牌嘅，好人卡系数量好多啊。跟住扑街系讲大家成日收到嗰啲，佢咁样讲。我讲啲听众啫，你嗰件事好咗咩？咁讲法。咁咧，其实大家分开两 team 咧。就是代表住每一 team 有唔同佢自己路轨啦。佢嘅责任咧就系摆呢啲牌上去，去说服个车长去碌去对方嗰条轨度嘅。系啦，即系而家就你当我系两 team 人啦，即系而家分咗两 team， 一 team 就我同阿新叔，一 team 就阿轩哥同阿坟总啦。咁其实咧就系一人就有两条，唔系一人有一条路轨。咁啊，总之你谂办法说服到车长，即系啲牌在摆，想说服个车长。咪碌过嚟，我喺边碌过去对面班扑街度，咁而边个俾人碌紧咗个厕所咧，咁咪输咯。冇错，咁啊正式嚟讲咧，第一张咧系 random 咁抽牌库一张好人牌咧，摆喺自己条路轨度嘅。咁我先讲啦，我当上边嗰条轨系阿新叔同阿大王啦，下边嗰条轨咧就系阿坟总同阿轩哥嘅。咁我先帮佢哋咧抽咗第一张嘅 random 牌嘅好人啦。不如我哋直接摆埋喺度啊。上边我哋喺上边。哦，上边啊，帮摆上摆上大王龙山叔系啦，跟住咧阿南哥摆喺后面个啊，呢个车长啦，车长就喺后面啦，冇错啦。南哥入唔到镜，咁大家都知啦，系啦。咁啊，第一张啊，大王龙山叔 random 抽出嚟嘅土人牌系边位呢？可能你摆低少少，人有机会到。低啲咁样。哦，梦为大师。哎呀，系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啦。哦。系，果然唔好意思啊！下次我啲 focus 会啊，喐喐佢。凭真法号梦遗。咁啊，亦都第二张就系帮佢哋帮阿坟总同轩哥嗰队咧，就抽一张好人牌嘅。好人咧，可能要形容一下啦。系啦，咁啊，轩哥可以读一读。一只正在帮唔系正在帮一只濒临绝种陆龟越过路轨嘅国家公园巡逻员啊。系啦，即系一个好心帮助野生动物嘅人啊！你会碌埋只龟咁样咯，系啦。我哋而家决定咗第一张嘅 random 牌之后咧，咁啊两 team 咧就可以抽佢哋自己手牌啦。咁每个人咧，每一 team 咧系可以抽三张牌嘅，即系第一我哋有三张嘅好人卡啦，然之后咧就系三张嘅描述卡。咁我哋一阵会讲下咧啲描述卡同好有咩用嘅。咁仲有咧就系每 team 人咧都系抽三张嘅环牌。咁呢啲牌咧系自己收埋嘅，你系唔可以俾对家睇到系咩嚟嘅。
但我哋自己睇得嘅。我哋两个可以睇嘅，系啦，自己睇翻自己牌。咁啊，简单讲咧，就系三张卡都系三，即系三种卡都系三张啦，三三三咁样啦。系啦。咁然后跟住我哋而家咧就要喺嗰、那个random 之后嗰格就摆张好人牌落去先啦。冇错。即系我哋要令啊，即系令到依张卡摆落去，系搭较大机会阿车长唔碌过嚟我依边嘅。咁啊，而家咧系我做紧车长，所以两队咧系要估你手上嘅好人牌里边边张系可以令我。唔碌过去嘅，系啊，即系佢要估埋嗰个人系点嘅人。好睇先，我哋拣啦。嗱，咁啊，当然拣牌过程唔好意思啊，大家睇唔到住啦，系啦。嗱，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睇。咁拣完可以摆落去噶啦嘛？系啦，我哋先俾阿大王同新叔拣佢哋 team 嘅好人牌先。嗯，系啦。啊，咩嚟先？前途一片光明嘅年轻科学家。系啦，凤凰院空真啊！咁啊，到我同阿冯总啦，你冚家，你的全家人啊，那个描述系要讲到好明，系你的全家人。喂，有冇搞错啊？苦统整啊，去饮埋家阵，我睇你点车。咁咧，然之后咧，两 team 咧就各自拣一张佢哋手上嘅恶人卡咧，就摆喺对方嘅铁轨上边，令到咧。我作为车长咧，系更加想车埋去对方嘅路轨上面嘅。呢张会佢想车埋多啲，你觉得？睇下先啊，我又谂下啦。我哋揾到黑星啦，我哋揾到啊。呢、這个都得嘅，呢、這个可以嘅，可以嘅。好，呢、這个啊，就呢、這个，就呢、這个。系啦，咁啊，先放。好，反社会组织嘅首脑啊！反社会组织的首脑即是 Moriarty。不是的，好像反社会的林郑那个反社会是不是、啊、到我们放了，我和冯总就决定好了。经验什么收容所负责安乐死所有动物的那个人，即是外协那里帮人打针那些、哦、对冧晒那些。新叔你没理由不车死他啦。伤、啊、害小动物，冇需要噶、哦，你唔需要杀呢个人噶，伤害动物。嗱嗱嗱，等阵未到讨论嘅环节，未可以打嘴炮住。我哋咧仲有最后一张，就系一个描述卡。咁描述卡咧系可以放一张喺任何呢六张卡嘅上面去加强佢描述嘅、嗯，包括自己嘅好人啦，或者系对方嘅人都得嘅。你可以加强自己好人嘅描述，或者加强对方恶人嘅描述。等我无效化佢嗰张，系啦，无效化佢嗰张卡。蝙蝠侠会为犯下呢条友嘅谋杀案嘅人拉嚟正义啊！但系呢个唔系坏人嚟嘅，冇所谓啊！即系总之你杀咗呢条友，蝙蝠侠就会为咗报仇而怼冧你。哦，怼冧个车长啫嘛，唔系佢系会揾车长报仇噶嘛？系啊，咁所以车长就啊，喂 Batman 为你寻仇好紧危险喎、啊。好，你哋摆完啦嘛，到轩哥摆啦，摆落去 counter 佢个 counter 咯。都是那个系咯，嗰、那个咯，科学家咯，系咩啊？即系条猪閪就觉得咧喺路轨上边系有行人嘅权利嘅，超级左交嚟嘅，点解唔俾人行路轨啊？人都可以行路轨噶，系咪先？系、嗯、啊，啱啊，系嘛？系咯，系咯，咪死咯啲猪閪咪，终极左交咯咪。咁、好啦，咁而家摆晒两边咧，我就要谂下啦。而家到讨论时间咧，你两打嘴炮啊？你就可以打嘴炮说服我。究竟要点解要车去另一边嘅？跟听下佢哋先。喂，南哥，我问一个问题先，你系咪黑人嚟啊？我梗唔系黑人啦、啊。你望下你啲家人嗰张牌，几个啲皮肤咁黑，好明显就是假嘅啦，唔系晒黑咗嘅，屌你咁都叫黑人？问题啫，好明显系咪啊？你上面嗰啲又唔见咁白嘅，嗰张唔使讲乜嘢，净系第一张，你车死大喇喇埋，你就系共狗。又系喎，你系咪要投共？你系咪打算咁多听众一齐见到我哋台投告车死达喇喇嘛？唔理新疆同埋唔理西藏嘅人嘅死活，你做得出你有车？唔系咁车死达喇喇嘛都唔影响嗰度嘅，佢流亡政府嚟噶嘛？但系你系嗰个代表嚟噶嘛？嗯，话下面个家人摆明假，你都唔系黑人，好咁肤色咁黑。咁佢系一个多元家庭噶嘛？你睇咩到啊？你屋企唔系多元家庭噶嘛？你有冇黑人血统啊？冇咪即假噶咯，嗰啲系咪？诶，你哋有冇嘢讲啊？
唔系，我都系觉得达拉拉唔喺度太牵强啦。佢而家个状况死同唔死都冇乜分别嘅，我觉得就咁好啦。咁啊，咪科学家喂，呢、這个科学家超级左交嚟嘅，喂，有乜理由喺个路轨上边？凤凰院空真 ，Stalin 机，你想杀工业真相咩？呢啲冚家铲咧，就系嗰啲即系嗰阵时金钟咧占中嘅时候，就话人哋阻住条马路嗰啲仆街啊，都几热狗嘅份人都。呢就系冚家铲嚟噶啦，你赞成热狗思维咁碌我咯？蝙蝠侠会帮佢报仇啫，咁呢个都系前途光明嘅一个科学家咧，话就咁话，但系蝙蝠侠帮佢，唔系蝙蝠侠会过打柒佢，系咯，好忍痛噶，唔系打柒佢，系咪先？好忍痛。你问蝙蝠侠同科学家嘅关系几咁密切啊？佢冇科学家边得嚟咁多啊？嗰啲道具啊，同埋机器用啊？即系嗰个似摩根弗里曼咁嘅过嚟嘅，可能系。你唔系想怼冧摩根弗里曼啦？你系咪要杀死啲黑人？喂，你想杀摩根弗里曼杀黑人咁大话？哇！你有冇人性噶？喂，屌你老母！你下面成班嗰啲捉卡 Two Face 啊、Penguin 啊，喺晒度喎，大佬。系咯，应该死必须死，仲快啲死，抵死啊！系咯，所以咪要车呢边咯。唔系我哋傻閪，傻閪叫人车自己喎。你都知条鬼子讲嘢，白痴！睇唔捻到添，屌！瞓咗两条扑街啊！做梦。喂，林哥啊，你同轩哥。天哥和我一场朋友，既然佢去意已决，你咪成全佢咯。扯过啊，唔好讲。扯过啊。嗱，到呢个时刻咧，同大家听众讲咧，呢个车长咧系可以根据自己任何嘅喜好去做呢个决定嘅，你唔需要理任何嘅嘢，就算系几唔合理都好咧，呢个 call 都系你车长嘅决定。系啊，即系可以头先我讲嘅嘢，完全冇用嘅。可以系只牌上少少嘅牵线，佢就决定车个边个 O K。纯粹系因为隔篱组有轩哥去影相车落去都得嘅。系啊，做坟种添啊！试完捻，佢头先先去串人哋话人嘅成日收行人卡，你车佢啊，系帮各位听众出一啖气啊！所以你见到即系我同大王玩呢只 game 咧，我哋是第一个做车长咧，其实嗰个系玩唔玩都冇关，追住坟种嚟咯。我哋唔需要讲咩啊，鬼嗰度。嗱，咁我就make 咗 decision 啦。咁啊，我嘅决定咧，你唔好讲车边边，你攞架火车慢慢移过去，碌过去，人就碌过啊。咁啊，而家火车起行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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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我决定系车边嘅。Yeah！ 咁我最终嘅决定咧，系因为呢班友咧真系好捻样衰。系啦，佢话前面嗰啲黑人嚟，咁点会系你家人嚟啊？一定假嘅。嗱，咁啊，车长决定咗之后咧，就会有呢啲咁嘅计分 token 啦。咁啊，代表咧就系每一个车死嘅灵魂啊，喺度尖叫去缠绕你。咁啊，睇下呢个骷髅头啦。咁啊，输咗嗰队咧就会 take 一个 token 嘅，系啦。耶！但系咁，如果车长我 keep 住咁多弯，嗰个男哥嘅，我有 token 嘅，你又俾多过我嘅。吓、啊，你有啦咩？呢度有 token。唔系，每个人各自一个嘅，各自计分嘅、哦，因为会轮流去转啊嘛。嗱，头先阿大王讲完啦，咁啊一turn完咗咧，我哋收翻啲牌啦，呢啲全部做 discard 嘅。嗯，咁咧之后咧就会轮流去做一个车长嘅职责啦。哦，就变咗其他人就去同一队啦。系啦，冇错。咁啊转嘅方法咧就通常睇下大家点转啦。咁我哋而家系想顺时针啊，你话事啦，话事啦，顺时针啦，咁啊顺时针啦，咁就咁所以轩哥就会成为车长，我同南哥就系一组，大王同坟总有一组啦。系啦，用个车长隔开两边咯，我谂系啦。咁啊而坟总好，坟总好，唉。仆街，咁就啲咩话噶啦？正话嗰啲嘢就，为势所逼嘅啫。我唔系真系咁谂嘅，大家好清楚嘅。冇错啦，我从来就系想碌死轩哥嚟仆街嘅啫。哦，咁我都从来都系想碌死一个人嘅。好明显系我啊，我啊，佢同我一组啊，佢同我一组啊，下一铺先，下一铺我收拾佢。咁我哋抽先，即系下一铺你唔系叫碌咗个，唔使讲啊，碌啦，系啦。咁啊，坟种都可以抽嘅。我抽三张啦，三张。啊，坟种嚟抽啊，嚟抽啊。我攞唔到。喂，应该唔得嘅喎，应该要咩嘅喎？如果系 discard 啊，重复再 discard。好，咁跟住就 random， 阿轩哥帮我哋 random 咗先咯。系啦 ，random 咗第一张先，好人卡。系。好，我坟种睇下先啊。咁啊，呢张就俾你啦。一群在铁轨上玩嘅小朋友。呢个系大王坟种。系啦，系啦。咁啊，新叔同南哥咧就，你揀上一下圣杯，我都想有返老还童能力，我都想佢哋死喎，悭翻好多钱咯，能力魔法系啦，但系第二嗰度佢系复
都純粹空嚟嘅。喂，啱軒哥啊！但而家唔係去做車長嘅，街。但第一張你揀咯，你揀啦。我估呢個好啲啩。好啦，你攞眼先。啊，你擺。用係一鋼鏈咁樣個原理咯，係嘛？嗱，咁啊，軒哥想邊個先擺咧？咁啊，阿新叔先啦，係啊。咁咧，我哋第一張好人卡咧就決定咗啦，一部實際運作到嘅時間機器，即係 time machine 啊。嗯，嗰啲擾亂時間嗰啲都係撲街嚟。Time jacker， 咪就係咯。係咯，跟住我哋依張擺嗰度啦。係啊。你的另一半嘅複製人，你的另一半年輕性感版，年輕性感版喎，寫住。你諗下，你而家溝條女廿零歲，有啲邊我同阿嫂講得噶啦？總之個車長嘅另一半啊！擺落先係你，等先。嚴格嚟講，我係未到打嘴炮環節嘅，我係循翻個 game 嘅流程啊。好，我知道大家好緊到嚟。壞人啦，咁啊，我哋先放啦。好啊，咁啊喺放咧，我哋就會放依張嘅。咁咧，依張大家看依張啊，張大嗱，大家睇到咧個樣咧，好熟口面，佢就係呢個 Justin Bieber。Justin Bieber，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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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好，跟住我哋擺依張。好，到你。發明貨金系統嘅人啊！哇！啊！哇！哇！我着咗未啊？呢个佢，如果佢系车长就好啦。但系佢，如果佢系车长就好。系啊，呢张唔得啊。系咯，佢冇人性啊。仆街啊！呢个我冇讲嘅，你听错。唯系咁嘅啫。系啦，我哋先摆。咁咧，其實你個另一半嘅複製人咧，其實都唔係想留喺度嘅，佢都想，佢已經係走去自殺嘅路上噶啦。所以咧，你碌過去咧，係可以為佢減輕咗痛苦啊！即係聽唔聽阿嫂講嘅？依家就係、是、阿嫂話我已經想死噶啦。你決定啊！好難揀喎呢個。咁啊，咁呢個咯。好啊，係咯。咦，系啦，嗱，虽然佢系想死，但系佢会中六合彩，系啊，中咗就可以俾你，你有份，你有份，边捻个啊？你中咗一定有份啊？佢中啫嘛，佢中咪你有份咯？唔系，如果佢中六合彩买捻咗嘅话，佢可以去死噶啦嘛？屌，佢唔一定俾你噶嘛？你知唔知佢死咗，佢仲阻到我落奖金咩？佢喺度嘅，你可以顺顺利利咁攞翻嚟。你知唔知人生最？最高兴嗰几样嘢系乜嘢啊？你小心啲讲啊，南哥。南哥嗱，一系讲晒，你够胆碌过去咧，我剪翻呢拳俾阿嫂。唔系我碌啊，边个碌啊？佢边个？我所以仲挡喺车上，我用我套入佢嘅谂法，唔系套入我嘅想法。系咯，即系你咁啊？你一咁样碌落去，乐田真系死咗。喂，你最紧要系。複製人有一個有第二個噶啦，嗱你諗下先，你諗下先，呢、這個唔你寫唔寫碌落個沙路度？呢、這個唔單止係內田真麗，仲係年輕性感版嘅內田真麗。你話即係沙路都得，你寫唔寫碌落？就算複製人嗰個寫唔寫碌落？碌佢唔用膠線嘅。如果嗰個係年幼版嘅內田真麗，個幼字呢啲嘢有字眼問題。年幼嘅先未有波啊嘛，梗係年輕嘅好啦。你仲可以，你點套仲可以沙路？軒哥從來都係年幼版噶嘛，唔玩波啊嘛。軒哥，你寫唔寫嘅碌落去，就算複製人都，你寫碌落去啊沙路，你寫唔寫沙路變咗似梨花咁死啊？從軒哥眼神，我知道想碌鳩我哋啦。嗱，你諗下，梨花碌呢條撲街發明貨金系統，我淨係呢樣嘢都死十次啦。你發明貨金系統。怼冧佢冇关重要，但你谂下 Justin Bieber， 你谂下，其实 Justin Bieber 冇咩做过咩坏事啫，但系货金系统嗰条最搞笑。唔系啊，知唔知点解要货金系统嗰条友前面嗰个先系重点啊嘛？佢有 time machine， 我唔捻做，我咪翻翻去之前唔捻就抽啦，扑街。time machine 系搞乱时空的，呢两样系符合翻嘅成个程序一次过去做啊。time machine 系话唔定个货金系统就系嗰条扑街翻咗过去，即系 inspire 到佢添啊！我怀疑。喂，重要啊！你要睇下呢度有咩有圣杯啊？
你車埋咗過去就冇得返路還童，你返路還童加埋貪物先係無敵㗎啦！天哥唔睇唔係飛撚嚟㗎，佢你 Q 得你個聖杯咩？呢個唔撚係飛個聖杯啊，依、這個係完整版個聖杯。Q 知你啊，食乜鬼嘢？有貪物先嗰個即係哆啦 A 夢，哆啦 A 夢你老實，你真係冚家產嚟㗎！喂，嗰個貪物先咁樣衰，梗係唔係哆啦 A 夢嗰架啦？黐線，依架壞㗎，隨時翻到一半途中壞鳩咗，你就時空流浪㗎啦 ！Justin Bieber，That's all。你 Justin Bieber 俾个 design 佢咪算咯，做咩要人死啫？系咪？你而家冇货金先，你每个月有冇货金？你碌落 Justin Bieber 唔紧要，一个年轻貌美嘅沙鹿就喺前面梨花咁样死啊！你舍唔舍得望住阿沙鹿只眼球爆出嚟啊？点套十八禁版喎？嗱，总之下边有女锄嘅，系嘛？同埋，唉，你寫得我都只係複製人嚟嘅，就唔好俾假嘅。複製又如何啊？你有真嘅在手嘅時候，有姊妹當。有姊妹当食，你有两个沙炉你卖，两个自己算唔算系姊妹当？孖生，喂，同一条女俾砌两次、啊，喂，一个年轻啲噶嘛？喂，你左右都系有得揽沙炉、啊，开唔开心啊？都系讲嗰句，发明啫，你车捻死咗佢咧，系完全对个货金系统冇影响。但系你试粉系 O K 我想问下呢个 game 有冇限时啊？我有啲攰。冇啊，我都有啲。车长决定噶啦，大家有啲攰可以跑啦。我真系可以打嚟张衰哥嘅，即系玩锁剑啊 ，cut out。其实咧，我已经决定咗，不过我想听下你哋讲咩嘅啫。你咁点啊？你咪可以嚟啊？系啊，你喐只棋啊？啊，或者你俾个手势叫南哥帮佢喐都得啊？再唔系啊？咁我需唔需要讲解下我点解要？哦，你可以噶，你碌咗死咗先咯，碌咗先讲啊，碌咗先讲啊，碌咗先讲啊。咁啊，碌呢边嘅 ，yeah， 喂，碌埋过啊，碌埋过啊，碌埋过啊 ，yeah。咁啊，点解要碌呢边咧？咁啊，其实咧头嗰两张牌我都 full fucking care 噶啦，我都唔理佢噶啦。咁啊，跟住呢个咧就time machine 咧，同埋呢个咧其实都有得困下嘅，系啦。咁啊，但系咧 Justin Bieber 同呢个比咧。咁 Justin Bieber 咧，我俾咗跌西佢，我就算噶啦。但系呢个咧就真系扑街嚟嘅，英明啊车长，个英明啫。即系纵使系大王喺下面嗰行咧，我都冇碌过去。咁证明我几憎货金系统，系咪啊？立卵神，点解我好似你受伤嘅感觉嘅？明明我系赢咗呢弯，你唔紧要啦。咁啊，所以咧，赢咗点解我有啲俾人哋打咗嘢嘅感觉嘅？点解？呢一 round 咧，我同阿新叔咧就会 take 一个 token 咧，就代表我哋死个人啦，咁样。咁啊，下一 round 咧就继续咁顺时针啦，打打个阵。我系车长啦，系啦，冇错啦。咁啊就坟系车长，跟住我坟系车长，跟住我同新叔一队，轩哥同南哥一队，因为间开嘛，车长。好，咁咧就好啦，新派王派再次合作。唔系坟总，坟总啊，坟总，坟总，车长，我同新叔一队，系啊，轩哥同你一队。咁你哋可以各自抽牌先，靠你啊，新叔。诶，我帮手摆 random， 系啦，跟住拆三张呢个剪术。喂 ，Doctor Who 喎，三张坏人，上面系 Doctor Who 喎，系啦，啊，直情系啦，佢依个系啦，下边就系呢个柏拉图啊吓，啊呢个就系十二叔，呢个就系啊柏拉图。就呢张，咁啊轩哥就要同阿南哥睇啦。咦唔系喎，而家坟总做车长，而家系坟总车长好似都嗱，南哥同轩哥有优势，因为上边系 Doctor Who 最閪个嗰季，我唔理，唔系佢唔系閪后下一季系十二季 classic 版嚟噶，13姨先閪啊嘛，未閪。如果呢个系 Stephen Morfield， 你哋赢硬啦。喂，我苦战我呢铺新叔，点算啊？是但啦，我搞埋第二张啦，搞埋嗰张，睇下先。嗱，你抽到张 set slider 咧，你又赢翻啦。但系唔知有冇 set slider 噶？应该冇啦。唔系，但唔紧要啊。我哋上次有 Maxwell 噶嘛？系。佢都唔 care， 第一张咯，最关佢事。系女嘅。呢个一阵间睇下佢摆咩牌先啦。好，我哋谂好咗，边个摆先啊？坟总佢变咩牌先啊？你决定啊！你哋先咯，你哋先咯。我哋决定系摆呢张嘅好人卡。好人卡？咦，大王未死过啊？喂，有乜叫咁样噶？喂，唔好咁喊丑恶好喎，人性喊都唔使喊丑恶啊！嗱，一只咧可以俾你 Q
騎嘅友善巨龍啊！係、哦、幾可愛，咦咁正？純龍機啊，你變御龍騎士喎、啊、！SO 嗰啲啊，就係嗰屌你怪獸，你死佢撲街咯！你變御龍騎士喎、啊！我你好彩。但好似，但其實幾張我都覺得麻麻地。係啦，有時有啲難題就係三張都我覺得對於羣種嚟講都冇乜所謂嘅人。係。哎，我算啦，我依張可以吹下嘅。但係 Doctor Who 冇理由車得死佢嘅。咁佢行咗出嚟啊嘛，唔喺 TARDIS 入邊啊嘛。好。嗱，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認得依位嘅畫家啦，就係、是、個。俾落少少啊，唔係落少。佢要落啲先睇到。係啦，落啲先可以睇。咁啊，依一位咧，其實係美國一位好出名嘅慈善嘅美術家嚟嘅。咁佢亦都喺電視度教人去畫畫。大家記唔記得你畫咗畫，跟住下一個 shot 就跟住又畫曬啊。畫曬嗰位嘅。即係你唔知點畫。咁啊，佢亦都做咗好多慈善嘅工作啦，亦都喺電視上或者喺其他嘅社會上咧、就教咗好多細路啊，同埋喺依一個藝術方面嘅成就好高嘅。阿馮總識唔識邊個啊？唔知啊。碌過啦，就睇下你哋擺啲惡人先咯。咁你哋先啦。咦，唔系喎，唔系，攞翻。佢碌鸠眼，好先啊，又未必碌鸠眼嘅。边张佢会唔碌啊？我觉得呢张好啲咯，你系咪啊？一个打劫紧你朋友嘅劫匪啊！嗯，打劫朋友嘅劫匪 ，OK。人生真系难得有个知己，确系更。打劫啫喎，打劫哥可教可少噶，点知会唔会劫完之后杀咗佢噶，或者劫完之后终极侮辱佢噶？终极侮辱佢，我想睇喎、啊。你好朋友喎、啊嗯，你好朋友喎、啊嗯，你哋冇乜所谓啦。喂，屌你啊！你唔系就系得我哋呢啲朋友啊？仲有朋友噶嘛？咁我讲明系边个朋友啊嘛？一啲你真系好痛锡嘅朋友，唔系我哋咯，好嘛？嗱，虽然我冇乜信心。但系我覺得係依張可能大家 show 俾大家睇啦，比較好啲啦。咁啊，係一個咧去準備食咗啲細路嘅邪惡女巫啊！哦，因為其他嗰兩張咧，我擺喺度咧，阿馮總一定車鳩死佢。妖自然有花制裁佢噶啦，咁啊女巫自然有主角制裁佢噶啦。係啊，你救你車死咗女巫，救翻啲僆仔都好，軒哥都係會食咗啲僆仔嘅啫嘛。關我咩事啫？而家係阿馮總啊嘛，係咪先？係啊。唔係即係你點都係救唔到啲僆仔啊！係啊，睇下先。其實都有難處嘅，因為有時抽到啲卡咧，你係知道咧，就算係惡人卡咧，個車長唔一定係唔中意佢，唔一定憎佢噶。所以是有時是真的看個車長是怎樣想的、欸、即是好像剛才阿軒哥呢即你看、Justin Bieber 可能很多人爭但他其實不爭呢那就有一個大家要考慮的地方他是 Justin Bieber 的 fans 你以為他真的做善事啊他偷你錢啊撚樣來的這個、啊、這個真的撚樣啊這個撲死他拿回你千萬不要撲死他啊你撲死他呢佢就會投胎成為世界最令人不爽嘅網紅，到時煩撚住你。少多個流馬車冇所謂啫，係嘛？扮渣。嚇，咁幾開心啊！有啲片睇係咪？明白嘅 Ivan， 明白嘅 Ivan。嗯，嗱，咁啊，你哋係咪 debate 啊？我覺得你根本就去碌上面十二叔啊！呢、這個你主角威能撚碌得死佢咩？你自己都識講，你唔會車得死佢啦呢個。你嗰車死佢咩？你心目中多溝咁渣咁？一个可以即时带你入 TARDIS 即刻走的人啊！咁水平车佢唔死咯，跟住后面条扑街仲要偷鸠你钱。喂，大佬啊，一个你杀捻死咗佢就有一个好大嘅后果啊，大佬。有咩咁大后果啊？你仲要你呢啲有乜捻嘢用啊？你一只巨龙，同埋你谂下，你一定要你睇下啲细路仔几咁细，几咁天真啊！系得刘哥先咁谂，同馮總講你条巨龙系冇用嘅啫。我真系唔敢讲嘅，车烂自己条巨龙喎、啊。呢个唔系佢个巨龙啊嘛，系一条巨。你谂下，紫色咁卵臭，一定有警棍噶。我都俾你骑啊嘛。嗰个艺术家偷鸠你啲钱咁捻扑街，你车鸠死佢啦。佢死咗会头盔变成一个最黑人憎网红，咪屎鸠蛋咯，唔捻睇佢 block 鸠咗咪得咯。
咁样你多过你争嘅网红，你觉得有啲咩问题？我觉得如果你选择车死条巨龙咧，我就俾把教剪你，你两边一齐做啦，有啲嘢系咪先？系咯，你都咁唔重视巨龙啦，你都咁唔尊重巨龙啊！你自己嗰条巨龙都吹文灵话佢咯，你而家话切嘅，我即刻俾你。阿轩哥同阿南哥冇补充啊？就啦，唔使补啦，碌啦，碌啦，好啦，好啦，好啦，唉，碌卡会边碌到啊？喂，冇搞错你，攞把教子咩？攞教子，攞教子，唔系咁再啦。咁首先咧，呢铺个开局咧，好唔公平嘅，即系你摆咧 Doctor Who 喺度咧，佢哋输咗50% 噶啦。你觉得碌得死，我觉得你唔专业咯。系啦，咁同埋因为大王未死过啊嘛，咁啊谂住搞错你，我就系俾大王拖累噶。冇得反驳车长话碌死人，碌死人。I say yes 等于 yes， OK。拍埋晒呢啲咁嘅队友咧，又冇好下场噶，即刻冚家产嚟噶。唉，你唔唉真系，唉我冇嘢好讲，真系。好，咁而家我哋整整啲牌先啦。系啦，咁啊，而家再转啦，就 Ethan 应该系大王做呢个车长嘅。唉，扑街呢铺。唉，咦，跟住睇下分队先。咦，哎呀，两边啲人我好想碌，我点算啊？唔系，我同你。哦。阿新叔南哥。啊！坟中正话你讲咩话？我唔记得咯。你知话咩？我未俾架车碌过，所以点解话人性大考验咧？即系转咗车之后咧，仲要我喊丑恶噶嘛？就可以掌控咗生杀大权啦！掌控咗生杀大，嗰下就好似掌控咗生杀大权，人嗰日喺食物呢个最高层嘅。咁啊，大镬！吓，大家边个电影对白？阿达话你抽 random 抽一张好人牌先，三张。好，先啊，我 random 抽咗好人牌先。好人，好人。诶，依个系我哋攞依个上面，上面啊，我攞咗好人。咁咧就系一个细路仔嘅五岁生日 party 啊！哇！哦，跟住依个咧，依一个就系可以为你实现三个愿望嘅友善精灵啊！咦，咁碌上面啦？如果佢冇俾人车死嘅话，我哋系边个摆牌先啊？你哋喺依度。边个摆先？边个摆先？我谂下先。好，坟总你哋摆先。我哋摆先系嘛？你摆先啦。我 OK 喎喂。好，摆系咩呢个？你好朋友嘅心上人。我好朋友嘅心上人。嗯，唔系我心上人啊嘛。唔系你心上人。哦 ，OK。好，我哋第二张好人牌。嗯，你都好熟嘅大王。但帮咗佢咁样。Piano Reese 啊。李维斯。喂，奇洛李维斯，有冇搞错啊？奇洛李维斯，我细细个睇啊咩嘅噃，都仲叫乜鬼嘢名啊？前几座添 ，Speed 啊 ，Speed 系啊，我细个睇 Speed 好中意奇洛李维斯嘅喎。喂，碌啊碌啊，上面嗰行啊，你等你摆完先啦。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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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啊好啊我唔使啊，你可以依家决定嘅嘢。我中意碌上面啦。呢个我谂紧呢两系咪我哋摆先啊？要系啊系，你摆我哋摆呢个，你决定啊你摆佢，摆先先。摆佢个，摆人哋嗰行噶嘛，话人 cut， 咁咪帮佢咯 ，set 人哋个嘛。摆佢嗰边，咁咪应该摆翻呢个喎。好，系啦。你做过嘅閪嘢，唯一嘅目击证人。咦，咁我都想车佢。你嗰啲杀人放火奸老娘，得佢睇过。但我冇乜做坏事喎。即系譬如，我唔知道。知道你以前做过啲咩衰嘢，即系测试嗰啲咧，唔会周街同人唱嗰啲咧。咁即系你咯。咁我咪想碌你咯，咁我碌上面都碌死你啊！但系你谂下，你谂下，你做咗啲乜嘢閪嘢系得一个人知嘅？屌，你做啲閪嘢俾人抢通天啊！哦，咁我哋拣呢个啦，呢一个咧就系一名北韩嘅难民，谂住逃离北韩嘅冚家铲啊！系啦，只要呢度有列车驶过嘅话，佢就可以成功逃上去逃离呢个北韩嘅国度啊！哦。但我作为北韩网台就，你梗系要阻止啲人离开北韩噶嘛？哦，系系咯，阻止啲人离开北韩，所以咪要车死佢咯。哦，一系死，你想离开北韩你就只能够死。但系我车死咗呢两个人，唔系个脱北者走啦咩？唔系，车死个脱北者。而家车死脱北者咩？系。哦，唔系佢系车。屌你又嚟。唔系，但系呢个系唔系你车过去都有可能噶。你可以，你车过去都有可能死噶。佢嗰度咪帮咗佢咯。哦，好啦，咁嗱，各位你哋最后挣扎，摆埋嗰两张琴晚牌啊，补充牌。其实依弯 counter 佢咯，呢个用嚟依弯开局都几麻麻嘅。counter 佢个乔里维斯咯。好，不如咁啊，都冇乜帮助啦，我觉得系咯，我觉得冇。阿轩哥你摆先啦，我觉得冇乜帮助啊呢个。轩哥呢铺鸠摆得噶啦，三张都废啊我哋。
我其實好想放嗰、那個呢、這個，不過唔應該。你玩下啦，冇所謂，好笑得。係我哋已經決定好啦。係咩啊？估中咗，你讀出嚟啊！估中咗 Game of 方式嘅劇情而 jam jam 自喜嘅人啊！啲咁嘅嗨戲，最尾嗰季。估中啲嗨戏剧情有咩意思啊？仲喺度 jam jam 自喜咁，所以呢啲人咪应该死咯 ？jam jam 自喜到咧喺你面前咧不停咁，你仲要系你死到个心上人，你又唔可以闹捻佢。大王都唔睇 Game of Thrones 嘅，但系你吹开一啲咁嘅嗨戏嘅人就应该死，必须死同快啲死啊嘛。咁烂片同好研究会咪有得做咯，系嘛？嗨同烂系两件事，紧要你摆埋牌先啦。Game of Thrones 水两条友之后就会去 Star Wars 度做。系啊，俾哇咁又系又系喎，啊我俾佢摆嚟牌先，三张都废啊，因为轩哥而家好头痕，咪有啲难搞啊你摆啊，咪其实你维斯无敌噶啦，摆乜落去都无敌噶啦，即系同头先 Doctor Who 一样啫嘛，哦咁样，你话头先 Doctor Who 系强奸犯，我都未必杀佢啊，你摆啊摆，我哋先讲系咩啊，其实系 KGB， 哇好型喎、啊，喂。拍新戏有用啊！系喎，喂，咁啲动作场面又最好睇啲咯。你谂下佢装威搞到咁，原来佢系 KGB 嘅特工啊！唔系，我唔信佢系咯，唔会嘅，其实李维斯唔会系嘅，一定唔会。嗱，一系转翻佢先可以。你转，咩转咩转咩转咩？啊，装逼啊，可以变成一只狗啊！咩啊？系啊，你车死咗装逼，车死佢之后，佢投胎转世咧，会变成呢个世界最可爱嘅狗啊！但系我想下世都做李维斯嗰啲喎。咁呢、這个，所以你唔可以车死佢。所以我唔可以车死佢咯。哦，唔可以车死咪车你哋咯。轩哥，你系咪刺客嚟噶？即系原来呢张牌系讲紧我啊嘛？屌，轩哥系咪刺客嚟噶？轩哥，你上面条路鬼啊！你成日做鸠我嘅。我睇捻错咗啲仆街，屌！你喐嗰次啊，俾你。唔得，我冇啦，喐嚟都冇卵用啦。嗱，其实咧，喐嚟都冇卵用，就冇咩可能系唔车上面嗰边嘅。嗱，第一张我逐一咁讲啊，我对小朋友就冇咩感觉嘅，系啦，即系我觉得有时好烦添嘅。如果你同我讲一堆小动物，我可能碌唔落嘅。但系 ，sorry 啊，第一张抽嘅牌咁猛灯神喎、啊，大佬 ，grand 特我可以 ，grand 特我啊，你可以 grand 特我，咁我梗系开心啦，咪乜嘢都得啦，系咪？第一个愿望就好多女，第二个愿望好多钱，系咪？啊咁啊无敌，所以碌啦。第二张又咩啊？我朋友心上人即关我捻事咩？系咪？我使唔使碌翻第啊？唔系，咁讲咁样噶嘛？佢碌低冇用噶，咁佢真系唔系朋友嘅心上人啊嘛？因为我肯定呢个心上人啫，唔系佢哋嘅伴侣啊嘛，沟唔捻到啊咁样咯。系啊，叫心上人即系摆明唔受我 friend 沟啦，咁样对我朋友臭鸡。碌佢，嚟啊！俾堆好嘢你啊！跟住最尾嗰张脱北者依家嘢，唉，算啦，放过人啦，好嘛？我系啊，系咯，好，系咯，系咯，系咯，咁啊，即系我当佢阿阔咁放过去啦，放过啦，放过啦。其实原本咧，脱北者有谂过放呢张，系啊，跟住你后面有其实李维斯冇得搞啊。呢张咧系入普京，普京。哦，咁好啊！前面张图好卵正，系咯，真系红太得意，我唔舍得碌啫。系啦，所以咧，阿轩哥咧。同阿陳總咧就會多啲啦。唉，大王呢啲，唉，唔係其實抽第一張牌又爭啲嘅，仲有騎。好多時第一張牌已經唔係佢仲抽咗張騎洛李維斯，冇得扭啊已經係。扭個騎洛李維斯擺個我好難碌啊，經驗冇得打。你試下擺個騎洛李維斯，你碌唔碌得落啊？咁咧轉再轉咧，應該係新叔新叔做車長。係啊，咁玩埋 E 彎我哋就大王同陳總一對，你同軒哥一對。嚇！頭先鬧我咁行。系，笨竹，我哋合作无间。咁啊，新叔请摆两张 random 牌先，跟住我哋抽三张。系啦，阿大王攞好人卡，大王。哦，好啊，好啊。咁咧，我同阿轩哥第一张好人卡咧就系、是、在地嘅农夫市场，地方的农夫需要。然之后咧，阿大王同坟总嗰个咧就系、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马拉拉啊。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本嗰本書咧，就係佢係好出名嘅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啦，就係係啦。哇！冇呢張好似呢個 OK 喎，呢個 OK 啊，呢個第二個，其實就呢個啦。大王擺先啦，咁樣。我擺依張可能卡。喂，係可能卡擺依張唔該。
嗱，咁啊，大王嗰张就系、是，大王嗰张好人卡咧，就系一个摆咗30亿嘅 Bitcoin 嘅一个 hard disk。如果冇碌烂嘅话咧，咁佢就系属于我噶啦，因为我系车长。系啊，车长。跟住下先啦。呢、這个帮佢就唔好啦，呢、這个系啊，呢个定系呢个？你决定我谂唔到。嗱、啊，呢、這个摆人哋嗰度嘅，即系三张都帮人哋嘅。咪呢个咪等人哋送咗我。嗱，咁咧我哋就拣咗第二张好人卡咧，就系一张据说封印住上古末日恶魔嘅二岁水晶啊，即系碌爆咗咧就含求产嘅。屌，中二病。你两个是两拣一个咯，好似几得意喎！碌烂咗佢就系啊，好玩噶，我啊，我睇呢张啦，搞笑下啦，搞笑下，我觉得呢张搞笑下，我觉得好卵正。咁呢张会食住头先讲嗰样嘢？唔会，我哋要碌死佢啊嘛，咁咪呢张咯，呢、這个就一碌过去就。所以咧，大家睇到咧，其实入边咧啲好人卡同埋啲恶人卡咧都有分唔同 level 嘅。嗰个人，我觉得系真系有时候呢、這个最无聊咯，好过制嘅，同埋多少都真系运气嘅。我哋难搞嘅捉人卡冇唔系好威力嘅，不过照摆啊。好啦，机头四啊，呢个正在前往你屋企嘅偷窥狂啊！偷窥马莎唔偷窥你喎。冇错啊！咁咧，我哋拣咗呢张恶人卡咧，就系、是、嗰个决定要喺世界上需要再拍多一部《Fast and Furious》嘅人啊 ！I don't care， 你咪拍咯。维尼死咗啊！唔系我唔睇啊嘛，因为你拍完出嚟，我可以系咪先？即系正等于有人要拍《星战十》，咁大雄都系唔 care 噶嘛？维尼咯，维尼啦。嗯，要摆佢哋嗰边喎。系嘛？摆佢哋嗰边，摆一摆。先，你就系、是、个就系、是、就系、是、个偷窥狂，就系、是、个偷窥狂啦。嗱，个偷窥狂死咗咧，你系攞诺贝尔奖啦。啊，咁呢度咯，呢度咯，呢度咯。咁啊，但系同时佢死咧，会引发呢个蝴蝶效应啊，引致全球经济崩溃。依家都崩溃咗啦，再严重啲，你可以平价买楼，买嗰层楼喎。有通缩噶嘛？跟住咧。咁有通缩咪大家一齐平啲咯嘛！但你唔知捻线有通缩，我人工会跌噶嘛？你有冇读经济噶？翻嚟个扑街！但重点系中间碌完之后咧，啲怪兽出嚟好好玩噶嘛？系系系系啊！唔高正咩？冒险游戏有冇命睇啊？伸缩到唔系有全球赔啊含球产，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即系我自己死就话唔抵啫。冇嘢睇啊嘛，系咪先？一齐死咗都唔知咩事噶啦。喂 ，Bitcoin 喎、哦。跌捻紧喎！喂，佢经济崩溃之余，唔系话边个升翻上40000？你唔好呃救我，林哥。有乜你啊？佢有个 hard disk 啫嘛，你都冇 password， 你点开啫？你问下碌完之后系经济崩溃，但系你用咗咁多 bitcoin 喎，你随时变咗新一个李嘉诚。你咁多 bitcoin 揸喺手，你放嘅你放咗佢，然后跟住咧，唔系你系咪呃救我啊？我碌捻完呢度就世界末日啦！我有 bitcoin 有捻用啊？唔系唔系啊？屌你都唔识字啊！碌呢张系救翻个世界。你一撞佢就生咗条，佢系二岁啊！佢二岁啊，一撞碎就扑街啊！有上古恶魔弹出嚟啊！唔系你咪可以做嗰啲末日片嗰啲大财主咯？世界末日财主系冇意思噶。有第三末有啲大财主噶嘛？嗰啲军阀国巨嗰啲。黑 disk 有 bitcoin， 你冇 password 你都开唔捻到噶。佢、讲到明，总之冇事嘅话，我就攞得到啦。你谂下，你谂下，阿车长，嗱，你碌呢边又可以攞到诺贝尔和平奖，又有钱，名利双收啊！车长，到时人哋出边点死关你捻事咩？到时啊，经济崩溃咗，你啲 bitcoin 冇捻晒啦。不过其实大家唔需要嘥口水啦，我好早已经有决定了。系。是什么呢？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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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撞鸠我啊？不是，由你们抽了 Bitcoin 出来的时候，你们已经死了。为什么？我觉得 Bitcoin 这样衍生工具啊，根本就是炒东西炒到癫了，人想出来的，不加产费物品来的。这个 item 本身就是很黑鸠我真的。为什么我们这一弯抽不到马莎呢？是的，刚才抽到的，真的。唉，没办法。你本身有 Bitcoin， 你哋已经死够硬了。其实冇啊，新年做车长，你只能够抽到啲动物保护啊嗰啲嘅，得嗰啲先噶，得嗰啲先啊。抽上啊！如果呢个有废级嘅，不过我觉得新叔冇睇，所以冇讲。我有睇啊，只要你唔车死佢，就免费任砌嘅。你冇衰得到啊！佢碌咗我哋啊！而家所以话咧 ，P
劇情都是峰回路轉的，估不到的，估估不到。我們現在就可以結算了，結算了，給那個 token 我和馮總先啦，是啦，咁啊，馮總被人碌了三次，你都馮總可以直情將個 token 調轉變成三，我都說大王這些專業陀衰家，你陀衰我不給你，我多了一個，因為現在已經所有人呢就已經做了一次車像啦，咁就其實如果大家想咁樣咧，就可以當成一個完整嘅 round 嘅。係啦，咁啊結算下邊個俾車撞得最多就係嗰個人，咪就係我。應該係話佢決勝嘅方式咧係邊個俾車撞得最少係冇最少嘅靈魂嗰個咧就最順結，所以贏嗰個嚟嘅。咁而家咧阿南哥就淨係俾車撞一次啫。其實我頭先有 mark 低嘅。君子男係啦，我同阿新叔咧同阿軒哥都係。撞兩次啫，馮總呢啲人咧，啊有軒哥喺度做鳩我，一個打三個。馮總呢啲邪惡嘅人咧，就撞咗三次，你都抵噶啦，係啦。咁所以今次咧個贏家就係、做鳩你一鋪啫嘛。喂，又係藍波贏喎，係咯，等陣先。你又可以嚟啊！播一播一播一播，希望冇 content ID 我啊。應該唔會啊，因為我咁播啫嘛。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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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好難講嘅，撈唔到佢。等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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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就系男歌的主题歌。系啊，呢个舞藤男歌啊，唉，我识咗识咗，唉，真系，唔系咁啊。阿馮總就系大输家，男歌就系大赢家咯。唔系，因为其实如果要比心灵纯洁嘅话，咁男歌心灵纯洁呢样，大家都知。唔系，我哋透过呢，我哋透过呢只 game 再次认识到呢个，证实呢个事实，证实咗呢个事实。系啊，喂，咁啊。我哋嚟到呢度咧，今集可能都差唔多啦，即系第一次做游戏节目啊，第一次真系喺嗰度啊，齐整个节目玩 board game， 咁啊都叫新尝试，就俾大家即系啊有唔同嘅方式娱乐下啦。咁啊，当然啦，我都知道我哋制作上面咧，咁啊都有啲嘢就可能未能够完善嘅，即系我明个 focus 有时真系大家辛苦啲嘅，我后制睇下够唔够几多啦。咁啊。所以咧，製作上我哋下次再玩 board game 就希望可以即係叫質素上再喺個畫面上做好啲啦嚇。咁啊，詳情我哋有今次經驗咧，就可以再 fine tune 下噶啦。嗱，咁啊，我哋今日其實嚟到呢度咧，咁啊，今日玩依副 game 啦，咁啊，做一次就 OK 啦。總之，馮總輸，南哥贏，我同新叔同軒哥咧就啊中間咯，係咯。咁啊，大家參與咯，參與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咧，依只中文版咧喺香港有得賣嘅。系啊，咁大家可以揾翻啦。咁價錢我記得好似大概200几蚊嘅。咁如果大家睇完今次之後覺得啊都幾好玩喎，咁大家可以買嚟玩下啦。甚至咧佢本身英文嘅完全版都好似仲有得賣，咁大家可以睇睇嘅。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之後咧我哋再有依次經驗之後啊。咁啊，都系翻去再研究一下之后点 fine tune 个拍摄上啦。咁啊，有机会就亦都睇下大家反应如何啦。咁啊，有机会咧就再做呢啲 board game 节目啊，即系叫齐齐，你唔好笑住先，轩哥，即系大家齐齐玩 board game 当游戏节目咁样去玩一下啦吓。喂，咁啊，多谢大家收睇今集嘅老领 3D 同呢个老领玩 board game 同埋呢个咩人性黑暗咩解构电车难题系啦。但系要补充一句咧，就系其实喺根据个 game rules 嚟讲咧，其实系所有人要做过两次车像咧，先叫完成一次游戏嘅。系啦，咁但系因为时间所限，我哋就 one round 就算啦，咁样样。系，唔系同埋呢一只 game 呢间厂啲嘢成日话咧，有啲 rules 系你哋大家自己雕都系可以通嘅。佢另一副好好玩嘅 board game 我有机会再玩，嗰副都系话你可以做自己 rules， 甚至做自己卡，佢都话可以嘅。冇错，系啦，咁啊最紧都系。大家玩个开心啦，希望大家都睇个开心啦。咁如果大家系想睇多啲嘅，就 like、subscribe and share 啦。再支持我哋多啲嘅，可以加入我哋会员 channel 都得嘅。系啦，咁多谢大家收睇今集嘅节目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